啊，这个啊，啊这边痛啊，这边，你有没有痛？自己没有。那你不要紧。对的。这边呢？原因根本超乱它。你有没有痛？哦，没有痛了，没有痛啊，痛多了吗？痛过了，痛多了啊，一定要保持要疼痛感啊。现在已经调好，记得不要去扭个颈椎腰椎，靠个直脑，这样会痛一些，结果疼痛越来越多。